早安，又犯愁。他竟然叫我帮他涂口红哦！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，我找到口红了。嗯，涂口红。我观众会觉得恶心。你涂到外面哪啦？没有啊。哎呀，不，另外看哪个？看这样贵耶，熬呀，还咬呀，是包机。内存呢？这要涂内存。嗯，你知道什么是内存吗？别，这个脸这样子，嘟嘟嘟，好，来，嘟，漂亮，好不好？对吧？还行吧。好像还行。那么标准的男朋友。快点！我已经等了他两个小时半了，他现在烫个爆米花。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。我等了他五个小时，他终于画好了。咦？嗯。咻，上车啦！我的司机开车 ，Let's 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佩珊拿血鬼。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我叫拿血鬼，因为我的英文名叫刘佩珊，倒返回来的话就是我名字啦。所以今天是6月7号，我打算在这天拍我的第一支 YouTube， 第一支影片 YouTube 影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是端午节，对了，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其实我犹豫了很久，这是我第一次对着相机自己跟自己讲话，我就要看我之后会不会自问自答。今天拍这 vlog 看菜场 vlog， 会带我去哪里度过我的生日？吃麦当娜，你带我回家吧。他要带我去哪里呢？我不知道。我带你去麦。希望今天可以安全的度过一天。什么安全？还有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嘛？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啦，我生日啊，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，不是跟我的朋友。跟我走吧，我们去巴黎。别吵。我们去。布拉格。交下。不好听。拜拜。我们现在就期待他会带我去哪里吧。你们看，他要带我去 Apple。我现在带你去一间，你今天早上去可是没有去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给个提示啊，有很多球样，然后是粉红色的。想看什么地方？我的心啊，在我生日这天还要弄我生气。他去买十小个模型了，100块。耶！给你，走吧。还有笑啊！你们看，没有。终于到了。OK。这里很漂亮。Oh my god！ 超级无敌的少女，你是少女还是少男？还是丑八怪？这两个不知道他们是要去沙滩，然后后面这个要去，也要去沙滩了。这样我们要去另外一站了。我有蛋糕，菜场了都没买蛋糕给我哎。我买电脑哎。好啦，现在我们上车，去哪里呢？到了，不到一分钟就到哦。耶，现在我们到了第二个地方。哇、wow, ，上楼 ！Oh my god， 电梯 ，stand up。房间在2楼的210号。好，可以。我第一次唱 K 啊，坐电梯了。你看整个。他唱 K 还可以吃火锅了。他吃火锅还可以唱 K。OK。哇。Hello。我们的火锅来了，还在沙滩吃火锅。
OK， 我们现在准备做蛋糕，它在里面呢，它应该是不懂啦哈。我们突击它。我们现在唱完了，他们现在在打算等下去哪里？走啦 ，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又来喝茶，喝奶茶。减肥是不可能的事。哦，哦呦 ，Oh my god！ 全部人看你，超级大声。走吧，现在我们就要上车，然后等下我们要去看电影喽。现在已经八点啦，是时候跟我们讲拜拜了，拜拜。OK， 现在我们到 AU 了，我们要去看电影，我们就。现在是6月8号的半夜1:15，我的生日就过了，谢谢你们的祝福，谢谢菜汤，今天带我玩了一天，最后我还是很谢谢他，今天带我度过了那么愉快的一天。我的姐姐哦，还弹了一首生日歌给我。我的生日就这样子过了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你们以为这样子就完了？谢谢你的电脑。